当然，传媒系的系花，酒神。 李文凯，一个每天都被自己帅醒的富二代。武尊大力！刘科，一个永远也吃不胖的小吃货。这个社会人陈涛，不是在做大事，就是在做大事的路上。这是我。 林奕成，按照李文凯的说法，是一个爱写日记的三好学生。快给我住手！我已经报警了。真姐，一个藏着传奇的女人。